G-Dragon 今日嚟香港吸金，小猪哥咪二租非礼啊！哇 ，GED 啊！吃饱未啊？多谢大家。啊，小猪啊 ！GED 今日先飞嚟香港，夜晚出席活动。寻日系小猪嚟香港去 APM 搞签名会啊！大家好。不过佢哋又真系几似嘅，唔止造型啊，吸金能力一样咁强。有报道话佢喺台湾吸咗6亿、哦。没有钱。没有钱。资金玩吗？资金玩啊？冇啊，我都唔知道我有几多钱啊。不如你都系讲翻普通话啦，好吗？妈妈也知道那个是夸张的啦，没有那么多啦，写得有点太夸张了。咁今次嚟香港有冇加价先？我很低的，有人找我拍，我很开心啊。又唔使咁谦嘅，你咁多 fans 喎。不过好似有人趁混乱非礼啊！我刚刚一直听到有人在尖叫，我以为是谁来了，应该不是叫歌迷小心点，是叫那些色狼请他们不要有这个念头。听到没啊，色狼？